这是一片木渎，有故事的木渎。更确切地说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家书。仅仅100多个字，却可以解锁2000多年前的秦军传奇。2月辛巳日，黑夫何京问大哥好，母亲身体还好吗？我们俩还活着呢。前些日子因为作战我们被分开，线下又碰面了。1975年冬天，考古学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这块墓渎。墓葬的主人叫钟，推测是秦国的一个小吏。墓渎写于战国晚期，是中国最早的实物家书。寄信人是一个秦兵，叫黑夫。黑夫代表二哥京和自己写信给大哥钟。黑夫这回写信还是要劳家里再寄点钱来，劳母亲再织几件下衣来。收到信后请母亲留意咱们安陆丝布的价格，如若负担得起，定要给我们多做几件衣服，连同钱一起送来。这样赤裸裸地向家里要钱，不禁让人心生疑问，难道秦国军队不发军服吗？秦始皇兵马俑中有数千士卒，他们身着统一的铠甲和鞋履，从剪裁到缝制相当规范。很明显，这些服装出自专门的兵工厂。在云梦睡虎地，考古人员发掘了另一座墓葬。墓葬的主人叫喜。喜是一位基层官吏，他的陪葬品中有很多秦国的法律文书。这些法律文书提供了线索。当时秦国的军粮由国家供应，士兵作战的铠甲也是统一发放，紧贴着铠甲的外衣也由官府统一定制。但是外衣里的内衣呢？《诗经·秦风》中有起曰无衣，与子同袍的名句。
春秋战国时期，袍的意思就是内衣。秦国的律法规定，内衣由士兵自备。夏天快到了，天气越来越热，战场上的黑夫需要轻薄的内衣。我们还在攻打淮阳，天知道这场战争还要打多久，这边一切都难以预料，老母亲多寄些钱来啊。淮阳在哪里？黑夫何京参加的究竟是哪一场战争？公元前223年，在统一六国的道路上，秦王嬴政遭遇重大的挫折。韩赵魏三国消亡之后，年轻的将军李信带领20万秦军攻楚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几乎全军覆没。嬴政无奈，只能将统一的大业寄托在老将王翦身上。王翦向嬴政提出要求，他需要60万军队，这几乎是秦国能够征伐的所有士卒的总数。对于嬴政来说，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。从商鞅变法以来，酝酿了100多年的统一理想，到他这一代必须实现。黑夫和哥哥京正是王翦率领的60万秦军中2名普通的士兵。三丁抽二，黑夫兄弟三人留下1位照顾家人，其余2兄弟全部奔赴战场。在秦国，改变社会地位最重要的通道是军功。军功大小以斩杀敌人的首级数量而定。秦法明文规定，凡有军功者可以得到相应的爵位、田地和俸禄，死后爵位可以世袭。黑夫一再确认授爵文书有没有到家，说明他们已经立下战功。两兄弟的理想很单纯，在战场上奋勇杀敌，获取爵位，从而换来全家人更好的生活。信和衣服寄到大营，地址不要弄错啊。待我们问候姑姑姐姐，特别是问大姑姑好。金最惦记的还是他媳妇儿和院儿。心腹要孝敬母亲，不要惹老人家生气啊。金应该是结婚不久就上了战场。钟的坟墓里珍藏着另一篇墓牍，正是金写给哥哥的信。金问候大哥，母亲大人的身体好吗？家里和睦相处全靠大哥操劳了。金很惦记媳妇和院儿，他们都好吗？媳妇要照顾好二老，我离家太远，
院儿只能拜托大哥教导，告诉他打柴时不要去太远的地方，一定让他注意安全。你们在祭拜神灵时，如果得到下下签，不要惊慌，只是因为我身在叛城而已。根据内容判断，金的信比黑夫的晚了半年。那时淮阳已经攻下，他们住在淮阳城里。然而从此之后，关于两兄弟的消息就再也没有了。在钟的坟墓里，人们发现了这两封家书。古时候，中国人相信灵魂不灭，因此将死之际，人往往带着最珍贵的东西上路。可以想象，他们对于钟而言是何等珍贵。学者们推测，黑夫和金应该是死在了战场上，他们再也不能活着返回家乡。唯一可以安慰的是，他们获得的爵位依旧有效，钟和家人可以因此过上更好的生活。秦国最终灭亡了楚国，两年后秦帝国诞生。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，这支地下军团正是秦军的缩影。秦俑是根据真人塑造的，哪一个是黑夫，哪一个是鲸呢？没有人知道。黑夫应该是一个面色黝黑的小伙子，而鲸很可能是个大嗓门，风风火火。这些统一了天下的普通士兵，历史从未记载他们的名字。今天通过两篇目睹，我们认识了其中两个，黑夫和鲸。正是千千万万个他们，缔造了大一统的中国。2000多年前的西北边塞是什么样子呢？答案是一样的北风，一样的明月。那群守护长城的戍卒和百姓，他们和我们一样，有各种嬉笑怒骂，热血深情。他们捧着拮据的铁饭碗，还顶着职业病，守卫着边塞的安宁。幼孙，还有幼孙媳妇，你们都好吧？塞上的生活很是辛苦，暑天的时候，幼孙媳妇一定要留意衣食，在塞上务必谨慎行事。这封信出自居延汉简，是西汉时期一个名叫宣的小吏写给他的好朋友幼孙夫妇的。1930年，考古学者在甘肃省酒泉市一个叫金塔地湾的遗址附近，发现了4000多支汉代木简。这些木简主要是汉代边塞的屯戍档案，还有一小部分私人信件。宣的这封信就在其中。
因为出土的地方属于古时候的居延地区，史学界把这些木简统称为居延汉简。2000多年前，在汉武帝的时代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大汉铁骑穿越居延，大破匈奴，河西走廊得以畅通无阻。为了防止匈奴再次进攻，汉武帝在居延修长城、筑边防、设都尉，还开启了一场全国性的移民潮。移民的中心即为居延地区，士族和移民大批涌入，离乡背井的人在边塞重新聚集，护卫大汉边疆。我和右都见了面，他说家中老人平安无事，一切都好。前些日子啊，闰月初七，他同长史君一起去了居延。后来右都动身太仓促了，不知道你们碰面了没有，其他事就不详述了，多来信啊。幼孙和幼都是亲兄弟，轩和兄弟俩的关系都很好，至少是朋友，或许还有亲戚关系。三人分别在不同的关隘驻守，有一点能确定，幼孙夫妻俩生活在金关。汉代为了稳定军心，律法鼓励驻守塞上的将士携带家眷。也最艰苦。幼孙就是一名岁卒，他们几人变为一组，驻守一个烽火台。作为国防的第一道警备线，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。燃起烽火，传递警报。边塞夏天炎热，冬天酷寒，岁卒风餐露宿，很容易生病。居延汉简中有很多关于伤寒的文字，记录治疗伤寒的方法。除了伤寒，居延汉简中还描述了一种边塞多发病，患者腹部、两肋、关节和腿脚莫名的肿胀溃烂，这与现代医学中败血病的症状非常相似。居延地区多为沙漠和荒原，蔬菜水果极其匮乏，长此以往，由于维生素缺失，生活在这里的人很容易罹患类似的疾病。我11日的时候到侯官这里查对公事，还在等结果，顺道拜托别人帮我送上这封信。我再啰嗦一句，
幼孙，还有幼孙媳妇，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啊。这会儿巡查边兵的使者应该还没到你那里。幼孙，你这次一定要留神，千万不要成为考核最后一名。宣的年龄应该比幼孙略长，官职也可能比幼孙高，说话的口气明显带有长辈式的劝解。职位上的便利使他能够获得一些小道消息，比如巡查边关的使者什么时间前往幼孙所在的烽燧。他通过这封信悄悄地告诉幼孙提前准备。最后一句叮嘱其中暗含的关怀与现代人没有任何不同，他们仿佛从未走远，就生活在我们眼前。一封古老的书信激活了2000多年前塞上的一段记忆，一抹温暖，一缕阳光。想家的时候，谁都可以成为诗人。1000多年前的唐代，没有手机，没有微信。一个叫赵一深的年轻人，给远方的母亲捎去家书，其言语之感人，不亚于唐诗300首中的任何一句。阿娘，听说大哥官至云骑尉，我和居子很欢喜。小妹改嫁给张龙训，我和居子也都知晓。阿娘，莫再托人烧东西了，好好留着自己用。我和居子啊，像离群的鸟儿，在陌生的土地上筑巢，唯一能有的就是一颗想家的心。潮寄他土，小叶思乡，这是赵一深的原话。公元646年，唐太宗贞观20年，赵一深在洛阳写下肺腑之言。1000多年后，这封信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一座古墓。阿斯塔纳古墓群是高昌古城居民的公墓，赵一深的阿娘就长眠于此。儿子的信是母亲离开人间时的珍藏。洛阳和吐鲁番相距3000多公里，在古代意味着海角天涯。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年轻人远离家乡，漂泊在外呢？赵一深的命运要从家乡高昌说起。高昌城是古丝绸之路上的要冲，唐太宗时期，高昌王屈文泰隔断中原与西域往来，独家垄断丝绸之路上的贸易。公元640年，李世民派名将侯君集带兵西征，一举收复了高昌。高昌成为大唐的西州。屈氏一族被勒令迁往中原。赵一深很有可能是屈氏的家仆，就这样被迫来到了洛阳。生活虽然拮据，也还算有吃有穿。阿娘和大哥呀，千万不要忧心。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到阿娘身边尽孝。想到这些，
不觉泪流满面。唯愿阿娘能够保重身体。六月二十以后，家里的老老少少都还好吗？两位舅舅，两位姨母，身体还康健吗？哦，还有盛妃，六月以后怎么一封信都没见他寄来呢？哎，妹妹玉莲和张龙训也都平安吧？他们都孝顺，把阿娘大哥照料得很好，从无抱怨。一生很感激。作为随迁而来的流亡者，赵一生的生活并不容易。从书信中看不出他的职业。为了让母亲放心，他避重就轻，不谈工作，只是说生活在不断好转，他可以给家里寄钱了。在洛阳定居后，赵一生从未间断与母亲的通信。虽然书信的内容大同小异，却重复的温暖而心酸。阿娘啊，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月末已是早春二月，那时候天气已经转暖，身体会好一些吧。阿娘九月初五送出的信啊，我十二月初三就收到了。听说嫂嫂和阿娘在一块儿生活，我实在是高兴得很呐。我让张明德、马道海帮我捎去一些布料。从文字可知，从洛阳到高昌，每一封信在路上至少需要三个月。古代的邮政系统叫驿传。是官府为了传递文书、转运物资而设立的。汉代驿传的最快速度是日行400里。唐代规定，皇帝颁布的敕令必须日行500里。到了清代，军机处设立之后，重要文书的传递必须达到日行800里。这就是所谓的800里加急。然而由于运力有限，普通百姓不能使用国家的驿传系统。在民间，普通人之间的通信只能依靠私人捎带。汉代有一首乐府诗，其中有这样的内容：客从远方来，为我双鲤鱼，忽而烹鲤鱼，终有尺素书。说的就是托同乡人带信的故事。赵一生托人带了一匹布，他叮嘱母亲先留一张给自己，再裁多少给妹妹，多少给亲戚。可以看出，这是他清贫的生活中为数不多的财物。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。远行的游子对母亲的眷念跃然纸上。五号墓也出土了相似的书信。一个叫李贺子的年轻人也是这次大迁徙中的一员，但相比之下，他就不像赵一生质朴孝顺。父亲，母亲，我在这边一切安好。这些年得了两个孩子，如今一个4岁，一个2岁。妻子六月份又要生，不知是男孩是女孩。贞观20年7月，花7500文买了个胡币。贞观21年正月，又花钱盖了房子。手头实在是没钱，没能给父亲母亲捎去什么。
我很惭愧。赵义深、居子，甚至是李贺子，在浩瀚的历史中微不足道。他们史无记载，但这些穿越时间的书信，将他们的人生如雕塑一般凝固在人间。毫无修饰的语言，让历史不再抽象而苍凉，让时间也开始善解人意。或许赵义深后来回到了家乡。这端正秀雅的楷书颇具书法家风度，出自古代一个女子之手。女子的姓名今天已经无从知晓，她写给母亲的家书中落款为二娘子。唐宋时期，年轻女子被称为娘子，与现在的丫头或者姑娘意思相同。赵义深之后，可爱的二娘子也从西北来到了中原。一离日久，思念尤深，奈何万千山水阻隔，空惆怅，不觉夜幕将至。夏日炎炎，唯愿母亲万福，伤离别后，但求阿娘平安。这封家书的发现颇具传奇色彩。民国时期，学者许成尧曾在敦煌整理古文献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从藏经洞文书中发现了一卷特别的经书。经书的背面有字，前人为了修补残破的经卷，经常用废纸粘贴背面。这张废纸可不一般，竟然是一封千年前的书信。娟秀可爱的字迹，满纸的情意，瞬间打动了许成尧。他写诗感叹道：“千年宋词纸，真意抵郎环。”从离开到闰三月七日，一切顺利，和天使司空一行人已经到东京，当下生活富足安乐，你们不要忧心。炎热将至，希望阿娘和各位兄弟姐妹注意休息，仔细饮食，好生将养，莫要为我担心。书信通篇没有明确的年代信息，二娘子的身份，她生活的年代，都成了谜团。根据字体和遣词造句可以推断，这封信大约写在唐宋时期。天使司空是第一个关键词。天使是朝廷的使臣，司空是官职。闰三月七日又是一个关键词。排查唐宋时期有闰三月的年份，公元九百八十年比较符合。宋史中记载，这一年春天，敦煌遣使奉贡，闰三月二十八日使臣入朝纳贡。进贡是一件大事，需要筹备的时间，这一天刚好是二娘子抵京后的第二十天。二娘子千里迢迢来到东京，也就是今天的开封，很可能是随夫出使。《资治通鉴》中记载，北宋时期
西域一带的朝见者经常携带家眷，史书中还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儿：像二娘子这样的随行女眷，往往会成为史官的采访对象，讲述异域的风光和见闻。这回呀，寄去一角红锦，是送给阿姐的。哦，还有一个紫罗兰肚兜，也是给阿姐的。那半匹白绫是给阿娘你的。本来还想多寄些食物，但又怕送不到，没敢多寄，可不要嫌少啊。二娘子敬上，6月21日。文书、布帛都可以折叠成角，封好的物品称为地角。驿传制度诞生之初是为了传递官方文书。隋唐开始，驿传虽然盛极一时，但私人物品还是很少。从书信看，二娘子经常给家里快递私人物品。这要归功于宋太宗。宋太宗时期，朝廷允许在传送公文的同时，顺便捎带官员们的私人物品。从宋以后，官方的驿传系统越来越多地用到了民间。二娘子幸运地成为第一批享用国家邮政快递的人。多说一句，阿娘，前些日子我问过莫斯、怀珠两个小外甥，他们都乖吗？我另外呀，还寄了两角红锦和一个小镜子，是给他们的礼物。两个小孩收到小姨的礼物，恐怕合不拢嘴。母亲收到女儿的信，更是如此。后来这封家书为何漂流到藏经洞，已经不得而知，但机缘巧合使我们得以嗅到千年前的人情味，让我们邂逅了那个热情操心的二娘子。她想家，惦念之情溢于言表，但也热爱旅行和冒险。她一定有引人入胜的口才，把大漠边关的故事讲给那些史官听，让传世的书册中也留下他青春的印记。这是粟特文，一种几近失传的中亚文字。1700年前，大约在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，一个叫米薇的粟特女人在敦煌写下这封信，寄给她的丈夫纳乃德。然而纳乃德并没有收到妻子的信，也就没有看到信尾的这句话：宁嫁猪和狗，不做你的妻。我向你跪拜，如同在神前匍匐，我为你祈福，我的丈夫纳乃德。能看到你健康快活，我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。能听闻你安然无恙，我的生活也就还撑得下去。可说句实话，我过得一点都不好，很糟糕，很凄惨，我要死了。公元1907年，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烽燧遗址中捡到了一个遗失的邮包。烽燧遗址可以上溯到汉代，斯坦因因此捡起了一个族群的历史。邮包里有8封纸质的信，
其中第三号信就是米薇的家书。学者们破译了书信中神秘的文字，判定这些古信札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粟特文献。这些粟特文书信从敦煌和武威发出，分别寄往楼兰、萨马尔罕等地，这些城市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。由此可以推断，2000多年前一个名为粟特的族群活跃在丝绸之路上。粟特是音译，泛指古代中亚阿姆河和希尔河流域一带，主要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。粟特人从东汉到宋代，沿着丝绸之路不断移民到中国。他们用家乡邦国的名字作为自己的汉语姓氏，安国人姓安，康国人姓康，九个国家九种姓，这就是唐史中记载的昭武九姓。今天姓安、姓康、姓史、姓曹、姓米的中国人都有可能是粟特人的后裔。粟特人为什么要迁移到中国呢？做生意。粟特地区位于东西方的十字路口，粟特人把罗马和波斯的金银器、印度的宝石和香料运到中国，再把中国的丝绸与茶叶运到西方。他们是当时最重要的跨国贸易商人。从中亚到中国距离数千里，粟特人携家带口沿着丝绸之路建立中转站，在各个贸易重镇落地生根。公元310年前后，粟特人米薇夫妇在敦煌经商，因为一桩当初与你来敦煌，我义无反顾。母亲的劝诫，兄长的警示，我一概没有听从。
从我爱上你的那一天起，就已经惹怒了众神。我宁嫁猪和狗，也不愿做你的妻。米薇母女是否活过了那个冬天，不得而知。那奈德是负心薄幸，还是遭逢变故，无从知晓。一家人的故事，我们所能知道的仅限于这封信。但是因为这些文字，我们感受到了丝绸之路的温度。凡生于此世间之人，无一能避免死亡。更难的是，在人间，一位丈夫和一位妻子得以相互守望，走过这年年岁岁，日日夜夜，甚至他们还将在天堂携手共度。历史佯装成巧合，悄悄送来米薇的信。她和你我一样，来过，生活过，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。这些普通人无悲无传，是大千世界真正的小人物。小人物的文字，却在冥冥之中成为自己的传奇，历史的注解。今天，我们循着这些线索，触摸到了生活真切的纹理。谁又能说，这些和你我一样的小人物，不是在书写历史呢？